地球的第一个困扰，第一个地球困扰跟地球上的一个族群非常相关，哦、他们人数非常的多，他们就是独居女性。对，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就是都是独居女性，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安全问题，还有一个人在家孤单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你们不合租呢？对啊，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家里还是要去人。对啊，不是。你说的真棒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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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要是他的朋友，所以我要请大家来帮我们找一下有效的解决问题。随便选，你选什么你就会什么。比如说我打个比方，雪芙有没有困扰？有，是不是？你看起来很单薄。雪芙选一个，雪芙来选。好，来，坏人，你站在这儿。这款色号叫做截拳道。李小龙啊，像平常早起一样，把它涂上去。好的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功夫口红涂完了之后，接下来就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哇！哇，真的会耶！哇，雪芙真的变得好酷，好勇敢。怎么样？哇，真的好厉害！这口红厉不厉害？好有用啊，这口红，我要买一打。太棒了！请问这跟口红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他涂了以后才会。对，你看什么时候他走出这个台子？很少吧？录了四季，他走出了三次。这我不是国字脸的。对啊，我们不好看吗？雪芙，你看看我，仔细看看。不好看。他现在是这种沉睡的状态哦，只有雪芙能够唤醒他。用公主的吻吗 ？Shake you！ 哇，都有风了，雪芙。哇，要进去，雪芙要进去。要吻吗？起床了，小狐狸。哇！来，小狐狸，我们下来好不好？女生好听话，女生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出一个雪芙的一个小秘密，我搜索一下。哦，这么神奇！哦，反应好慢哦。286系统，得搜索一会儿。或许你知道金蹦、妮妮、兔兔吗？哦，知道，我们家三只猫啊。哦。他们今天上了三次厕所。啊，真的吗？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像可以充电。对呀。充电的插头在哪？对呀。哪里有充电？还有，还有。我的充电方式呢是雪芙的注视，注视哦，眼神的电啊，哇，雪芙来电了，哇，真的和看前锋的感觉不一样哎。我守着你已经守够了，这一季可不可以换你看守？不，换你守着，看守我，换你守着我，看守是什么？你是个贼呀！垮掉了，垮掉，完了，没了。没了，最后最深情的时刻还说了一段超级的词，太没深情了。小狐狸，小狐狸。哇，哎呦！今天你已经站了够久了，歇一歇吧，好吗？局长快穿，局长。你也站得够久，比赛谁先穿谁先穿，快！快快快，局长加油！局长加油！局长你快穿！哦，天哪！哎，你这个也太没诚意了，这什么？商标也没扯。来，雪芙，我把你把这个纸拿掉了，现在你可以安全的穿进去了。一股的醋意呀！好，那雪芙，你觉得这两个男人谁更加深情，或者谁更加细心？是小狐狸还是前三季他爹？我觉得小狐狸非常的贴心。
这世界很酷。